平安，在哪平安？平安。今仔日礼拜到即久，有本来的所在啊，课堂真好势，啊，恁也感觉讲怪怪，无算今仔日选的即个工，迄个圣经节，拢伫咧讲啥人生啥人，啥人生啥人。啊，哪敢若拢真搭色？不过我想，咱大家人三个人努力。咱礼拜有一挂同事拄伫咧调整换新，啊，今仔日又跳过几个。啊，咱逐个人努力一项事。啊，比如讲今仔日阿面戏班伫即个只练习，真侪人是几啊年来第一摆来到樱花教会做礼拜。啊，今仔日即个礼拜的印象可能清流几啊年。啊，但是太神了。看到今仔日课堂真顺，今仔日遮个到即句话，那是我来到即间教会上无顺的一个。包括你遐调整也无好势，啊，即个遮无好势，啊，包括拄则咧读经，我经的也搁哪敢真大数，我毋忙高潮对遮慢慢来开始。啊，来即个啊，今仔日的 PowerPoint 那么，刚得的 PowerPoint。OK， 今仔日是妇女啊纪念主日，请问妇女自古以来，妇女自古以来对人类历史贡献大无大？大。感觉有大，请举手者。多谢。啊，请问恁举手时，恁边啊有一个负责人伫遐，所以恁不能举手是吗？感觉负责人贡献真大嘛，真啰嗦的，真严肃的。无钱人干的钱。今仔是妇女纪念日，今仔要亲身伫这个遮，啊，甲咱这负责人讲多谢，有你们真好。啊，唔忙恁伫咧保持正面水的一面。不过唔通就是讲妇女贡献真大，自古以来妇女的身份地位就真悬。无影无食，无影无食。啊，妇女身份的突破，对犹太宗教，对圣经犹太宗教，耶稣以前，妇人有啥物地位？耶稣了后，妇人慢慢啊受高估。后礼拜我望最少我有机会来看到，互咱看到讲福音进入台湾了后。基督的福音帮助台湾福建人，偷帮台湾人的台湾福建人的身份甲地位。请问恁知影台湾的福建人的地位伫亚洲算真悬，算真早，恁知无？台湾福建人伫亚洲整个亚洲，咱福建人比日本的福建人较有地位啊，较有地位，较有地位。咱的福建人比韩国的福建人较有地位啊，较有地位。即两个基督教信福音团结伫台湾有足密切、足密切的关系。啊，咱今仔日要来通过真大数、真大数的即个耶稣的家族谱，咱要来看到规个真特别。我今仔日地方是用突破突破。无地位的福建人，呾因为信仰的缘故出头天啦。天主教对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真尊重，有真侪人误解讲天主教会伫咧拜玛利亚，毋是，因毋是拜玛利亚，因是真尊重玛利亚。然后因有一个想法讲。耶稣乃是咱的主，但咱常常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咧祈祷。啊，玛利亚阁是耶稣的老母，所以天主教有一个想法，讲咱做福建人的吼，福建人甲福建人讲话较会通啦，福建人较会体贴福建人啦。所以真侪时阵，你要甲上帝讲的话吼，怎啊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？玛利亚祈祷，然后玛利亚会转咱的祈祷，给上帝啦，安尼啦。
玛利亚在来侍奉耶稣，啊，耶稣在给咱的话传了上帝，所以通过玛利亚，然后来做成这个基督的完成。所以，对于天主教会来讲，天主教会很注重玛利亚，啊，常常因为一个玫瑰金的基督的时，啊，我看你若看到真侪圣诞节的时，玛利亚的像，那咱拢差不多是二十几岁。会上，我比较找到这那当然那少年，啊，这也阁上老啦。像玛利亚讲生耶稣的时，伊是啥？童女，童女意思是还阁真少年，还阁真像囡仔，囡仔是囡仔。啊，这是那从对圣经来讲。啊，最后一个笑话，恁来看这个，咱拄拄才过情人节了。二月十四，咱过情人节；三月初八，咱今仔日过妇女节。注意啊！过来四月初一过愚人节，四月初是儿童节，五月初劳动节。你安尼个念落去，你会去想着啥？一个人，一个负责人，一个女性人，去找到一个人，但是恋爱了后吼，啊，就兴起之功来啊，咱来结婚哦，啊，就这样。一夜之间，少女就变妇女了，身份突然改变。结婚了后，然后就入去爱捧花的啊，道厅走吼，啊，就完全变一个完全的妇人人。哎，啊，迄个奇怪，怎么才开始要享受爱情的快乐呢？突然就怎变做？所以咱后礼拜过来拜老有人要结婚啊哈，啊这种，迄个婚就是女人婚的头啊，你啊，所以我感觉啊，我感觉有点戆啦，啊，就知影讲家己安尼被婚的头，行入婚姻尔，我囡仔生出来了，世人，我开始抱囡仔，一个抱个几十年，啊，儿童节了，咱妈上村，迄个过什么啊？那同齐生活打拼一世人，安尼规世人都感觉在劳碌啊！这是一个笑话啊。不过，哎，感谢上帝讲，伫咱教会内面，伫咱教会的父母真正是贡献真大。恁扮演的角色，恁对主的服侍，真多谢有你们真好。啊，我直接代表阮所有的男性，甲恁讲，呀，恁做阮的匹配啊。真侪时阵，对咱你无够体贴，啊，请你原谅，哦，但是，迄个可能唔免，迄个陶醉伫迄个迄款的气氛的内面啊，咱搁较务实讲，来啊，咱三家来去做咱的家啦吼，啊，彼此三听，啊，互相啊帮补，啊，所以伫教会来讲，啊，嘛真多谢，顶礼拜咱的感恩礼拜。啊，咱所有的兄弟，所有的啊，同工，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迄个分门别类，咱做真侪事业工，真侪谢咱。咱即马进入伫今仔日即个主题，拄则咧讲耶稣的家谱，耶稣的家谱内面出现几个真特别的人物。啊，即、這个人物你若有注意看，你无看到伊的面甲。这个家第三十，哎，这个家咧讲阿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，哈马是犹大。OK， 这个家讲了一句话：阿伯拉罕生以撒雅各生犹大。然后这个家咧讲，圣经在咧讲。第三十讲犹大对哈马。生法律师甲食辣，犹大对他妈生法律师甲食辣，因为你敢知影，这个犹大甲他妈的关系，他妈是犹大的大媳妇，他的大媳妇甲伊的大官。生法律师甲食肉，但这个物件搁放伫耶稣的家谱内面，
啊，有奇怪啊，无奇怪。一个是达官，一个是新妇。达官甲新妇生囝，竟然即款个代志会刻伫耶稣个家谱。无是咱个头脑无感觉奇怪，入去。这个今天我就是要伫这个家，甲咱调出一挂，无是咱唔捌伫咧想个事。讲起来，这个是一个乱伦，但是伫这个家牵涉到一个女性，伊伫传统个内面，伊安怎样伫咧？努力保守伊应该有的权利。那犹大的大囝，你圣经讲伊最歹，这是记载伫创世纪三十八章。伊最歹，后来上帝救助死了。那伊死了后，这个蛤蟆煞变作寡妇，照犹太人的伦理，大囝若死，第二囝爱承受阿嫂，害到阿嫂生囝，生落来囝，伊的名爱属于大兄，通好继承大兄的财产，安尼大兄才有人通好继承财产。即马，大。迄个犹大的大囝死，就从第二个爱来甲大嫂斗阵，通老囝和大兄。结果第二个甲大嫂斗阵，无要甲生囝，后来第二个嘛煞不死，安尼应该啥人爱来继承蛤蟆？第三个。但是第三个现在还很年轻，所以犹大就跟第三个说，犹大就跟大媳妇说，不然你先回到你老爸那里，听好这个第三个大汉了后，你才会倒回来，他能跟你生孩子，然后继承他们翁的家，应该有个管理。现在回去了后，一回去几十天，这拢无消无息，到这个第三囝死啦，大汉啦，大家大官拢无甲蛤蟆联络，蛤蟆伫老爸家担架挡袂牢，但是伊知影讲死啦，因第三小姐已经大汉，他也拢无来做这样，但是无甲阿兄都登记，所以有时伊就褪去伊官服的衫。穿基督的衫，所以安尼你会当知影讲，早前官府官府的装衫，基督基督的装衫，这个蛤蟆就装做基督的一个砖头，那么单向，要当因大官，基督装做基督的身份，伫咧当因大官，大官原来有钱，拄啊要开查某，拄啊去。所以叫登了，登了的时候，然后就那个犹大就甲伊讲，安尼你请你甲我斗阵，蛤蟆就甲伊讲，因为伊小我装过，所以犹大嘛离开几十单，犹大拢无注意到这样代志，你爱我甲你斗阵，你要什么物件给我，我先付我无诈钱，无安尼啦。我若回去的时候，我才掠一只阮内面上好的羊，予你做嫁妆。但即久你身边无只羊来啊，所以蛤蟆就来讲，无你身躯有啥物物件，予我来当等，这叫做刀嘞。迄个时犹大公公，就甲伊的囡仔，甲囡仔的大。甲伊无拢是伫咧提官啊，无即互你斗咧，我等去提羊来的时，再甲你换倒转来。即摆转去了后，犹大转去了后，
叫伊个厝内萝卜，来，你即只羊牛牵去，互伊倒一个钟头，跳一个记录，啊，即只你摕去甲换我个物件倒转来，结果去个时，讲错无，规个钟头安全门，阮钟头都无即个人啊，阮钟头都无即个记录啊。OK， 即个消息安尼过，啊，伊无完成去用羊牛去甲伊个物件换倒转来，所以伊个物件伫人个手头。有一日，犹大听到啦，讲伊这个大媳妇吼，无收妇道，甲人斗阵大发肚。哦，这还得了？这伫迄当时，你无收妇道，甲人大发肚，你会当想到讲，几千年后，玛利亚我呐，约瑟我也无甲伊斗阵，竟然伊发肚一日一日。对吧？因做的遭遇拢同款，只不过面对的是，迄、那个附近人随时拢用石头钉死，所以他妈只个面对的是伊命运，伊巴肚大起来。那这个风声传转来到伫大家大官的厝，所以大家大官即马就叫人来要处理伊的媳妇。拄啊要处理伊的时，这个他妈手提这个物。叫伊大官来，叫伊大官来。伊讲，我巴肚的，因把我巴肚内的囡仔，啥人的？就是这个人的，就是这个人的。但原本是犹大召集庄头的人，要来处理伊的大媳妇的不伦，不修妇道。无拍算这个动作一下，因为人拢叫来，人拢围围伫遐啦。啊，要落去了后，伊的媳妇头仔才甲这个物件提出来。啊，犹大拄啊伫遐，面对面，犹大煞面唔知要怎个倒落去。然后伊讲一句话讲：我的媳妇比我较有义，我家己甲伊的做承诺。我无受的，所以我的媳妇比我较有义，因为这是伫遐当时阿伯拉罕的孙发生的代志。那伫这个家里看到讲一个富人啦，特别是一个弱势的富人啦，伊按怎样伫迄个？无公平、无正义，也是别人无修养，然后伊也搁伫咧努力，要安怎样替伊个翁争一口一个存在的权利，伫伊个家族留名，伫伊个家族内面有后后代，然后继承世代人应该个产业。你知影？以前个人若无后代，无后代，互看轻，变做一个官夫，官夫倒自我当干吃。官府倒厝无地位，所以官府的人常常爱嫁着囝，然后五万伊的身份，伊的辛苦，一世人会当得到水清。那他妈伫伫遮伫咧等，等几啊十年，然后一摆又一摆，犹大失信，所以他妈为着伊家己甲伊，伊甲伊的先生，迄个真无公平。家庭的结构，啊，他妈底下做这款的代志，啊，咱会看到这个竟然这款的将来底下真无见证，啊，是讲真无卫生，但是圣经伫这个这底下所有家谱内面保留这段，啊，咱过来看见讲马太第一章第五十、第六十这个这部分的记载。即讲撒文甲拉合生阿波斯，阿波斯咱就应该有熟了吧？哦，啊阿波斯这么有贴心，啊这么好业有贴心，真够同情人的这个阿波斯，你知伊的老父什么人？伊的老父是基路，拉合是基路。有一些人要
入去帮迦南。要安怎讲？迦南人遐尼大，迦南人各方面武力、社会结构，各项拢比游牧民族，还是即个拄拄才出来入去遮个人，搁较坚固，搁较高强大汉。啊，要安怎样入去攻破迄个迦南地？然后犹太人会当一家人，啊，就派探仔去，结果遐个探仔一个入去，伫咧探的时，到处无方便，到尾啊，怎甲一个有一个记录，甲因配合，啊，迄、那个记录就是拉合，拉合开伊个门，然后吼探仔，犹太人的探仔，探子，前锋部队，安抚伊。然后让他进去整个来游击队，啊，后来攻破，由以色列人成功攻破这个城了后，伊这个记录拉合全嫁乎迄个撒文，然后因生一个囝就叫做波阿斯，因为犹太人伫这个家，迄个撒文是犹太人，拉合是外邦人。而且佫是一个记录，上帝的子子甲外邦佫是真无身份地位的记录三个结合。因为这个伫犹太人的传统来讲，迄个是真不能登入迄个家门的。但是伫这个只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才特别佫记一遍。Okay? 然后普阿斯佫甲罗德生。罗德的普阿斯甲罗德唔是犹太人，罗德是外邦人。啊，这个嘛是这是一个罗兰的家族，去到伫外邦娶个新妇，啊，安不死去，然后倒伊个大家倒来到伫亚罗沙林这边，伫迄个贝利林这边这个遮 ，OK。啊！伫这个只讲，普阿斯甲罗德生罗密德，罗密德生亚西，亚西呢生大鼻龙，安尼是大鼻的阿祖，大鼻的阿祖太祖，是一个基督，大鼻的阿妈是一个外邦人，这拢伫咧讲起什么物件？讲起讲福建人。外邦的福建人，无地位的福建人，总是到最后嘛受邀请入来伫上帝国的国度内面，成做一个默默的贡献者。到底这个只圣经安尼伫咧讲啥？因为真侪时阵，咱徛伫教会传福音，教会传。有上帝国福音的立场，真侪时阵，咱社会真好去看人的身家调查，然后看人的身份背景。这个只要甲咱讲的是，当一个人若一摆到伫上帝的教会内面，你莫想去纠缠伊背后。的物件，一人一旦入来到一家，背后有可能有许多许多你不屑的背景因素，你不屑的过去，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价值经历，但是一旦你入来到一家，一家拢来讲，你是上帝所定的囝。不管你的过程安怎，但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拢安怎，成做新创造的。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拢成做真实的一家人。因为当咱伫咧看到讲，有一日耶稣透早伫耶路撒冷。在那个在亚罗山林的圣殿，耶稣透早就在亚罗山林的圣殿，
清早在耶路撒冷的礼拜堂圣殿里面，然后一群人抓着一个行干音的人来找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这个人伊个行干音的时候，我抓着。”照摩西的话，阮要安怎？因为是，总是你讲，阮就怎样办理？我大概人哈哈叫，这个人跟别个行干音的，我不抓着。摩西的律法说，我们就是用石头打死他，扎死他。但是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办他？有一等大概人他妈来注意个看。耶稣按怎样做这样代志？哦，那只要耶稣答应你们，谁没有罪的先让石头。啊，这样他拉完就把你罪拿多，所以拉完到少年拢在那样。今晚问题个都等来施工，为什么他们在做一件大家认为不好的淫乱的事的时候，怎么只有抓女的、男的在那里？男的放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家庭的公就历史以来社会发展的过程的中间，女性，你今天是特别是针对女性，所以我对女性讲话哈。历史以来，真侪时阵，边啊这样代志，大部分人会当做，有钱人袂当做。大部分人的空间真大，有钱人的空间被压缩真细。啊，我要讲。通过这一项一项，咱要讲福音伫咧开阔这个面，福音一个大时代伫咧开阔，互人的思想观念价值伫咧改变。主要遮嘛伫咧甲咱讲，海德会安怎？有可能出落损，过去的歹唔通停，唔通直直停留伫过去，安怎？英雄不怕出身低，所以刘文祥李金辉话对这个家，你要勇于站起来说，不要常常以自己的身家背景、以自己家庭的经济环境来看不起自己。你爱老家的 ，long letting go。每一个人，你想你过去少年的时，你想你的阿爸阿母的少年的时代。因是多年清惨，多年宋庸，到底今仔日上帝因抓无他伊的真心路，行到底今仔日。所以人啊，特别即摆少年人，无得来看清你家己家庭经济出身，敢若羡慕别个家庭，人他会安尼，啊，阮他会安尼。你对这个家，毋茫会当学着物。这个家也阁有一个，阁继续刷了第六章。讲大伯甲乌利亚的某，大伯甲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王，请问阿哩所罗门王，奇怪大伯甲太甲别人的某生囝，犯罪啊！犯罪嘛，佫替替伫耶稣的家谱内面。圣经的宝贵宝贵伫遮，圣经拢无排除人两正乱作的事。圣经的碎碎地，它没有美化人性的美。圣经袂亲像主祭的人，把敬仰美化到宇宙的抉择。人就是人，真软弱，真乱弱，真快犯罪。所以我直直讲，人啊，咱是有罪软弱的人，所以咱就爱，咱需要上帝，不是上帝需要咱。这个在来讲，大伯甲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。哎呀，所罗门王，对犹太人来讲是历史以来。上智慧、上聪明、上侪诗词，咱今年真侪是伊写呐。哎呀，伊通情达理，一个遮尔聪明的人，竟然是大伯甲一个将军的某所生的囝。啊，底下佫记载大伯
用鬼诈害死这个别示巴的先生。这个乌里亚吼，咱过去咱拢有人教个大禹治水。大禹治水，规摆经过伊个厝内，厝啊拢无一间。三代，我食到遮尔老诶，还不知影这个故事。大禹治水，伫外口规那暝哦。你知影古早大水落一个雨咧，阴甲人人拢死了了，比今仔搁较清惨。大禹迄个尧舜禹即个禹为着要避水，伊用可能几十年的时间，拢伫外口咧做工程。讲即几十年的中间有三摆经过阴道的大门口，拢无入去。然后即款的代志哦，竟然咱的课本直直甲张扬伊的伟大，伊对国家的贡献。请问今仔日是福节？这里伟大的大禹，那是恁阿？这么伟大啦！伊的历史甲这个人美化到这么伟大啦！几十年伫外口安尼哦，三摆经过因家，有一去甲因某甲因囝看一下无？无啦，拢无。啊，这款的人讲历史。伫伫咧歌颂伊诶伟大，无应该不伦，即嘛是不伦，你敢知？因为当咱伫咧读历史诶时吼，重新来检验过，重新来检验过，真侪物件，真侪物件是不合体统，但是咱拢伫伫咧歌颂伊诶价值。歪曲扭巴的价值，做一个人生，做一个丈夫，你经过领导门口靠嘛，等下领导讲，哈咪哦，这不我管的啦。你去甲压一个手嘞，又去甲摸一个枕一个，又去困两点钟。真老婆，啊，这个狐狸也同款。乌里亚的前线，战争唔知战偌久，王特别，大面王已经看到恁某随身躯伫遐啦，这么水心内已经，然后大面已经甲伊困过了，老将伫内面啊，大面用鬼计想讲，把这个将军调转来，然后叫伊跟杀转来甲恁某斗阵，安尼。想讲，安尼这个囝出来，囝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结果无拍算这个狐狸啊，大笔用国王的命令叫伊倒转来，讲叫伊杀伊倒个，要甲某斗阵几摆。狐狸啊，唔转去就是唔转去。伊直直甲国王回报，我的兵，我的将官拢伫前线咧做兵，我做一个大将军，我太会当伫这个时阵去甲我的某困啊，王啊，我绝对无，所以怎啊则赢伫王中武军啊？王再三叫人有，你倒来等去因家，因为我都甲你某困过啊，我这样子，我要安怎？我倒来就甲你杀转去，伊唔转去就是唔转去，代志对只挂空啊。由圣经来去记载这个事啦，你知这个到底话代志话严重，大笔心内恐慌，不得不既然你那是遐尼忠，啊，即马我就是甲你某要做一项代志啊，不得不就叫人甲乌里亚派去上危险的所在，乌里亚就死去啊，然后。所罗门王对这款的情况已经生下来了。圣经用问人的软弱，圣经把人的人性的罪恶掀起来。我给咱看，人啊，
你搁较咱侪老，那老的人同款拢会犯大罪，所以咱拢爱谦卑上帝面前。总是不管咱怎样，上帝回答这款的坚韧的罪，刻伫人的身上的后代轻生。所以有人伫咧问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这个人痴迷，到底是伊犯罪，还是伊是大人犯罪？”耶稣安怎讲？无，他不是伊犯罪，万是伊是大人犯罪。伊痴迷是因为要荣耀上帝名。不管所罗门王按怎样理由生落来，所罗门王这个性命，伊拢有机会荣耀上帝。你要讲安尼无？这个到底这款的伫咧讲的上帝观，咧讲的上帝听甲人民，这是非常深入的听。底下无法定人拢会犯罪，但是底下咧讲着上帝听咱到安尼。这个叫十六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个受称作基督的耶稣是对谁生的？是蛮奇怪，这应该是爱讲大多是对约瑟生的，才会怎走对玛利亚的？那是一个男人主义的时代，拢嘛伫咧讲阿伯拉罕生伊说生囝个，拢嘛大多的拢伫咧讲大多的只，他会讲到耶稣的时，怎样跳对玛利亚的？因为伊这个家伫咧开始伫咧高估女性的要紧性，女性伫圣贤的目睭中也要紧性。那对照玛利亚跟约瑟，两个人的社会地位，两个人伫后来即个基督教的史的中间，约瑟的身份较悬，还是玛利亚的身份较悬？玛利亚。约瑟怎变做圣经中的约瑟怎变做一个默默点睛的人？玛利亚我拢无甲你讲着，但是你巴肚一日一日大，这对大部分人来讲，我哩刺激，我哩难以忍受。但是约瑟性情交代了，伊怎点去？然后面对过来这个囡仔安怎样？然后面对动不动。迄个死如龙的台，这个囡仔不是生的，也不是放正的，伊就爱倒玛利亚带这个囡仔走到埃及，流浪埃及到伊十二岁，十几年做流浪者，约瑟一个大波人，大波人怎变做一个配角？哎，不简单啊，不简单。在恁的手中有真侪性命的宝，有真人啊，有真人，有偌侪人在这个大的环境的中间，大环境对恁是不利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伫即马嘛有真侪有真人，伊突破这个限制，啊，变做一个伫社会上真主动、真闪耀的角色。我嘛看到咱教会有一款的大波人真点睛，有真人，啊。进入台电的机会，假设啊，这拢是你看到，这拢是一个真水、真水的新的画面。那圣经底下所的家谱内面，我阿伫咧讲起这個，啊，这新的信息内面，才有一首歌伫咧肯定妇女的，咱到底读一下话题来。对玛利亚出世耶稣，你有肯定妇女的位。玛丽接纳姊妹的情，甲你同甘服侍人类。第二节，亲像上帝母性疼痛，保护全地照顾全民，召唤自然表达感情，寻求互助关心关心。这个只有一挂统计数字，我想今仔日这个时间我要真注意啦。唔知咱应该要看有无？伫全台湾，即久咱的
迄、那个新年的会员的中间，男的甲女的，总共是迄个陪餐会员总共有12万，那几千或者9000块，然后无陪的餐会员是17万几，当然只有一寡儿童的就无算伫遮，所以咱即句大人来讲，总共今日到位是17万2000的，只有男女的分配。伫整个的中间，你会看到讲，男的较少，女的较侪。但是来到下面这个家里讲，着做长老的、做执事的、做主任的老师的，女的较侪啊，男的较侪。女的。做家的、做主任的老师的，女的较侪。做执事的，女的较侪。做长老的呢？男的较侪，哎，安尼即个，即、這个平均数有照比率啦无？那要做长老，原来是拢38%的，大部分啦吼。咱教会，女的长老也阁算袂少，所以咱英国教会是一个算先进的教会。女的伫遮有出头天的机会，这是头先的感谢。但是伫咱整个台湾，咱还阁有真侪努力的所在。我是咱总会性别公益委员会主委。阮即摆伫即个遮，阮的三个几项代志，来注意讲女性的姊妹伫教会中间伊的服侍，甲伊的地位的比率。然后我杀出一项。所有的长老的比率、执事的比率、所有者的比率，女的至少爱占一间教会三分之一。请问咱教会有三分之一无？较侪吧？应该是较侪。长老，三分之一有啦，执事超过啦，所以咱教会，是还阁算袂歹。今年四月。阮性别公益委员会有杀一项，而咱过来五万做今年总会至少的要杀一个提案，就是议长、副议长、书记、副书记这四个要紧的职位的中间，至少爱一位是女性。啊，这原来是台湾历史破历史的一个五万这个提案，五万、十万要看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总会议长是女的，咱中会中华中会有女的做迄个议长无？有啊吼，但是总会女的安怎选拢也阁选袂起，拢连受提名也无。所以对于阮这个部门杀出一项，那慢慢咱教会我来直直收到一挂信息，伫教会中间来防止性侵，伫教会边个防止性骚。你知影性骚扰即摆未来伫各机构团体内面拢是真要紧的一项。什么叫做性骚扰？你让我觉得不舒服，只要你让我觉得不舒服，这个构成一个要件，迄没有无一个明确的，没有明确，爱情一样。所以，阮伫这个部分内，阮就是爱处理这个事。总是，我想伫。今仔日即个妇女事工纪念组织的中间，伫咧提起一项，过去是男人主宰的一个社会，圣经伫咧破一项。过去犹太人中心，犹太人主义者，干呐犹太人才是上帝的囝，干呐达摩人才是才会当进入伫上帝的殿宇，即、這个物件一直受突破。伫耶稣的即个家族谱的中间，伊能看到一项。然后嘛，你就话讲罪人，你若犯罪，同贴标签，你的士大人犯罪，可能贴标签这样子，伫耶稣的家谱内面，我那突破。所以这个家谱，唔是干那突破迄个阶级，突破男女，突破迄个种族，突破宗教，这个家谱伫耶稣基督诞生这样子，突破少侪人间所有的罪孽。重新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世界、新的阶段，然后愿上帝的神在咱的中间，咱嘛三个来创造英国教会
咱毋忘伫信仰的内面，咱来祈求咱伫上帝面前新的地位，甲新的价值，同心来祈祷。我感谢上帝，予我伫你的面前做你的囝。既然是你的囝，伫你的面前，人人拢平等，人人拢有机会。感谢主，遮尼疼我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Amen.